警报声响起，窗门打开，下面是几万米的高空。我已经没有时间犹豫了，纵身一跃，气流在我耳边呼啸而过。就在快要落地的千钧一发，我拉开了降落伞，缓缓落地，地上散落着各式武器、弹药。接下来的任务很简单，就是活下来，成为最后的幸存者。哎，你已经玩很久了，到我玩了。你要搞清楚，这个账号是我的，我借你玩已经很好了。哎，每次玩电竞游戏《绝地求生》，弟弟总爱来烦我，真拿他没办法。大家好，我叫张宏恩，今年12岁，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职业的电竞玩家。可能很多人会说，玩游戏让人沉迷于虚拟世界，荒废了工作、学业。可是他们不明白，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玩游戏呢？这是因为游戏会有战绩、有目标，当你累积分数、完成任务，你会产生巨大的成就感与满足感。我知道现实和虚拟是有所差别，可是职业电竞玩家现在早已是一份成熟的行业，既能在虚拟世界完成目标，也能在现实世界赚钱养家，这又有什么不好呢？各位，如果你们的梦想也和我一样，既不传统也不伟大，不要怕，因为每个人与生俱来都有一对翅膀，无论你的梦想是什么，都能带着它展翅高飞，谢谢大家。